猴哥来了，牛逼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我现在在尼泊尔加德满都，我身后是斯瓦扬布纳寺，据说这边是印度教的一个很有名的庙，上山去看看，在山上。这个斯瓦扬布纳寺就是尼泊尔的猴庙，我说在门口怎么那么多猴子呢？而且我拍照他们还挺配合的。我说咋搜不着呢？一搜就搜到印度那个猴庙了，开车得9个小时。好高啊，还得往上上，上面还有那么高的台阶。Hello, monkey. Hey, 不理我。你知道牛逼的庙为什么要修在山上吗？因为它要体现一个信徒的虔诚，还有那么高。走，往上上，这是印度教，我信佛啊。不知道在这儿说这话会不会挨打？这儿啊，都有10层楼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就在眼前。猴庙，印度教的神庙，印度也有一个。猴哥来了，牛逼！到了啊！哎，太黑了，售票售价这么高，我在底下卖票，可能很多人就不上来了。我 from China， 这个200，相当于12人民币。OK， 上。到了，到了。我到了，到顶了。参观一下这边，晒死了。俯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，期待我下一个视频带你们看猴庙。